哎呦我天哪，这大腿，这叫养殖的鸵鸟腿。我说这家伙现在啥腿都有，平时吃过鸡腿、鸭腿、鹅腿、猪腿，然后啥腿都吃过。哎呦我的天哪，这大腿，来一块肉啊，看看尝尝怎么样。这腿从哪儿下呀？我觉着这块挺好，这块带筋儿呢，还嘎还一块啊。来一口，感觉好像和鸡汁差不多似的。我这块片一片肉啊，哇，看这肉拉丝儿啊，是不是啥肉都拉丝儿啊？这是皮。来，娜姐，哎，来尝尝，来，来海燕，虾虾，过来尝尝，尝一块尝尝，看咋样？尝好吃不？好吃极了。来，虾虾，尝尝好吃不？好吃。哎呀，滑滑溜溜的。它这个肉是挺细腻的，但这玩意儿还是得蘸料吃哈。嗯，不蘸料吃，我觉着好像还是差着点似的。但还行，总体来讲吧，还可以，但是会有一点腥的蒿的，会有那么一点点腥的蒿的，凑合事吧。行，一会儿吃。嗯。